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昭。今天这期呢，给你们分享一个特别好看的视频哦。这款视频呢也是非常平价的，花了169块钱买的。我们先来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噔噔噔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款呢真的是超级温婉的，它是一款玉石的一款精美项链，它这款呢真的是非常好看的，很温婉，而且能显得很文艺啊。它上面呢还有一个祥云的一个设计，然后中间镶了一颗钻的，是可以旋转的啊。然后上面的材质的话，链条呢都是 S9250的，质感呢做得非常好，完全不输那种千元级别了。之前呢我也分享过一个类似的一个和田玉项链，和这款呢是差不多的，唯一的区别呢，这款玉呢是一个白色玉石，看起来更纯净一些，更干净，戴上呢给人一种很干净的感觉。大家看一下反面，反面的话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哈，两面都是可以穿戴的。接下来呢我们把它戴上，看一下我到底怎么样。好啦，戴上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是超美耶。而且呢它这里一个小细钻呢就很 bling bling 的，然后在视频里面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它实物真的是超有质感的。这款白玉石的项链呢戴上身呢让人感觉很干净的感觉，而且呢又很大气，戴上过后呢我一眼就爱了，并且呢这款项链呢给我戴上身的感觉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文文静静的，非常的温婉大方啊。这条项链的款式设计呢也是非常时尚化的啊，搭配任何衣服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今天搭配的这件有点喜庆的红色毛衣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这种风格它都能轻松驾驭，可以说是一个百搭款式了。刚好呢它也是做活动的价格，喜欢的宝宝呢可以放心去入手哦。小昭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